每一个人身边都存在着另一个世界，看不见也摸不着。我就是走进了那扇门。我在做梦。我在做梦，我在做梦，我在做梦。看看，你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来的？现在我才算真正的活着。我在做梦，我在做梦，我在做梦。兄弟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是我哥。桑榆曾经最低调的少年英才，被誉为东方戏剧界的莎士比亚，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他们都这样起来了。最近想表白。金钱永远是爱情的撬动力。哎，等下有空吗？温柔的，直接的，你选哪个？温柔的。那直接的呢？三哥，我们拿那么多东西会被遭报应。不都你拿的吗？桑榆曾经最低调的少年英才，被誉为东方戏剧界的莎士比亚，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他们都这样。